他们是两只一样的小狗，一只自由自在，一只被关在笼子里。今天是他们一岁生日，吃早餐咯。咦，我也有早餐，吃完早餐去散步咯。我不能散步，跟主人在公园里面开心的跑跑。我也不能跑跑，跑完了回家睡个回笼觉。我本来就一直在笼子里面呢。下午去找朋友玩了，我都没有朋友。晚上开生日 party 啦，我只有孤单的一个人。玩了一天好累，主人帮我按摩按摩。闷了一天也没有人摸过我。啊，晚安咯，我要跟主人一起睡觉咯。我什么时候才可以离开这里？